一下身份号，不是身份号，身份名。对，这件好朋友，但想一想，以后想一想，去厂的可以搜索模范是吧？可以搜索模范支持一下。我是一个剧情主播。
有没有可能我本来就是个哄睡主播，没感觉去看医生，买个废物东西，给你脸的是不是？嗯，自己不行还非要说出来，也不怕身体呢笑话你。无聊就去看看别人，我是弄狗链子把你拴在这里的，非要让你在这里看，吃屎吧你！都刷了这个号，今天不能封了，已经上线了，再封明天没得播了。差评，给你穿就不错了，你挑挑拣拣，牌子都没有，是不是把自己当大爷了？小一熟了，有人这个天气大冬天的给你穿丝袜吗？王八蛋！感谢雨贤哥，谢雨贤哥的魔法手啊！订阅一下哦，雨贤哥。有啊，那你可真棒。好了，感谢你的小窗口，雨贤哥。要搜索魔法书十二点前马占九本，占九本。能有就拥有我的快乐呀，你说能干吗？小号也被封了。
主动一点吗？封号了，坚决不能封号，今天坚决不能。不可以，你要理智一点。我还在呢，我没有没。今天就是快递。Thank you.
现在是不是和睡觉？
爸说吧，我妈好像经常明白了。你坑我一下是吧呗？我们十二天前就掌握完过一个宝藏计划，有没有送送魔法书的？因为他前面送过一本了，所以他又送了两本。看下这小窗口好好深。
你是和尚吧？干嘛？你选妃呢？还要我站起来给你看一看？嗯，你怎么不站起来给我看一看？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你不行，你站不起来啊。
们知道没有？没有我就喝一点嘛。啊，这不就有了？感谢高白师傅。不就是水吗？其实喝，其实有。变态吧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上个厕所还要带着你去，怎么你要在旁边跪着拿着卫生纸吗？狗东西，手里最不要脸。你们放松一下，我去上个洗手间了。好像我们不剧场了。我怎么没看到？那老婆。上次这种啊，我们剧场是当天录的，没有外泄过。你之前给我刷过一本，啊、哦，刚才给我刷的，你扣了一下。把它画了给我画了给我
我这样今天被封了，明天就播不了啊。你个狗东西，怎么了？看不到斗鸡眼你就不行啊？你这什么癖好？什么斗鸡眼？就凭你那丁点玩意儿，还能让我斗鸡眼？就你两下功夫，动还不如不动的，似有似无。没给你翻白眼就不错了，那还斗鸡眼？数你最垃圾，数你最菜。你自己到底强不强？你自己是不是没有概念啊？你自己低头看看，你强？你哪里强？真是一个笑话，这么多值得强。欺负我没见过世面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没见过男人啊？瞧你这良心！昨天人太多了，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个强哪个不强的。当时在场的人太多了。